啊，土生金，是这样生的，明白吗？啊，那么金就生水，水生木，你也可以把粮食放在这个的底下，这底下是可以收东西的，啊，或者呢放这样一盆也可以，也是可以代表性，啊，这个就是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很顺的，不要自私。跟人家看风水你不发达，原因是因为你自私啊，学风水不发达也是因为自私，听风水不发达也是因为自私，回去交朋友，教他们啊，教不要一次讲到完，因为很快嘞，你讲到完你要慢慢讲，你看你的水在这边要这样子，火在这边，你这个地方啊，你要这样子，搞不好还有红包拿呢。好，你把它这样子顺气，很好的，非常好的。再来一个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啊，火生土，土又生金，嗯，那就可以了。气为水，底下那个那层飞天罩就是水，漂亮，啊，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的家是很完美的。啊、beautiful 的，今天你们来绝对是值得的啊，因为不管谁的家只要有灶炉就可以这么做，不管是谁的家，没有厨房就没办法了，是吧？没厨房我这真没办法啊。这个看到了什么呢？啊，水，记住啊，通常水后面如果有窗是很好的，上有风下有水啊，风水格局这样子是很好的，非常好的，但不可以易经来说上风下水是不好的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是它的形，它的那个格式是很漂亮的啊，上面要有风，下面有水是很好的。记住，水龙头代表老公，灶头代表老婆啊，这个是水，这是煮饭，火炒菜，火啊，这是木啊，水生木，这个比较麻烦，因为你的木啊，啊要把它，对，要把它这样子隔去，比较辛苦一点啊。那么火生土，土又生金，你看到吗？看到很窄吗？所以它位置不够阔啊，所以你要想办法布这样的局。但是木到了那个地方就应该是断了，就没有了，没办法再回生火了，所以这个火就比较弱，因为无木可生。那怎么办呢？看到水果吗？啊，这水果啊，水果不要吃咯，天天放咯。没有了，要吃了啊，要吃。那是啊，那个是 plastic 的啊， plastic 的不行啊，要放真的，或者种一棵苹果树在那边也行。好，那么金，好，这个其实是最标准的啦，其实最标准就是这样子的，最标准啊。为什么呢？刚才我们说嘛，灶君皇冠嘛，灶君配皇冠呢，就是这样子了。上面有一个这个厨，那是最好的啊，上面有一个厨，有时候厨上面还有一个洞，记住这些地方一定要保持干净，一定要保持干净啊。这些地方是女人的皮肤或者家人的皮肤，皮肤很容易痒什么的，那些地方啊，当然皮肤痒看医生，你不要擦擦擦擦了等烂掉怎么办？可以可以放啊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好放，因为你放东西很少拿嘛，太高了太高了啊，对，做，不过现在很流行不做到完，因为他们上面放灯，放灯，对，为了皮肤做到完，对，啊，有些人没有皮肤的，磨冰啊，啊，这个很标准，很标准。好，它的水，你看我这样子说久了，大家就会了啊，水就火，水火你要先把它放出来，其他的你就会了，啊、但是你的金水木火土你要很熟。啊，你不要火生金，金生木，那、啊、你就惨了。
啊，在百度、谷歌，你只要写五行相生，他就给你了，很方便的啊。水和火是相冲的，中间放木就没事了，看到吗？放木啊，放些食物。所以呢，他切一点辣椒啊，这些放在这边。啊，你看它是生得很美，它生得很美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上下呢都可以放那些碗碟这些，土生金，很漂亮。然后啊，它这个呢还能再继续土生金，还可以摆火生土，土生金的方法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漂亮。这间家一看就知道什么呢？金多了啊，五行又相生，生得金多，所以这个厨房他的老婆可能就每次就心想事成了啊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了。 OK， 好，我们有一种叫做空照，空照是不好的。空照是什么呢？光有灶炉没有炒菜啊，一个会炒菜的女人煮菜炒菜啊，那么一个完完全全连煎蛋都不会的，很难照顾到老公的。你至少你都请一个妹会煮的来，因为男人啊坐下来吃啊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啊，非常享受的。如果但有些夫妻是很合的，两个每天去外面吃啊，每次去外面吃的，那健康也不好嘛，是吧？在家吃好啊，死毒被毒死一定是老婆一个人，没有跑不掉的。在外面你找不到人了，不知道是谁啊。 OK， 好，这就是我们说的电灶啊，对。但是也有火的，如果是火的话那就不得了，这样子的话还是水火还是没有什么相冲啊，因为它是电的，它不成火啊，啊！但是我们还是不希望有这样。打个比方，如果这是火，打个比方，这是火的话，这个是水，这是火，那种火烧的那种火，它的后果是什么？就是相冲。它相冲起来，你要放东西啊，很难呐、啊，因为它一边一个嘛，一个水一个火，它们直接相冲，你怎么去放，很难放的，真的是金刚扣啊！啊，你把水放这里不要动，你把水放这边，啊，然后木呢？木放一棵树在他的 entrance 这边，很难呐、啊，很难的。所以水火为什么不能相冲？他们会冲咩？不是，是五行摆不了阵法，所以才叫你们不要这样子做。你们没有办法摆五行，所以绝对不是水放这里火放这边试一下放一下没事的，懂吗？他不会打架的，你晚上他们两个一个水龙头一个是灶头糊了，不会的啦，嘎顿啊，迷信啊，懂吗？ Christian Catholic 也好，拜佛的也好啊，他们这样放也没有事的，只是五行没办法相生，我们就没有办法造一个局。就像是什么啊，你的孩子啊住在东部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的名校呢在西部，哇，都有差不了了，不方便，懂吗？并不是不好，所以这样的五行我们很难去把它造成一个五行局，知不知道？所以水火不是这样相冲的。过去我的理解也是，翻了古书之后，啊，那些古书是不要大力翻了，因为会破。啊，慢慢研究，我才知道我从前看风水的肤浅啊，太肤浅了。水火冲 ，What is that nonsense？ 哎，英文也不错了。啊，所以真正的不是相冲，是它的五行没有办法回转，我们的身体金水木火土一旦调和就没事了。但是记住，水一定要占先啊，
水一定要占先，你知道吗？水对我们很重要，知不知道？我听一个医生说，哇，这个是一个 big news 啊，很重要啊。原来喝水要坐下来喝啊，不能站着喝啊。哇，听了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根据啦，不过他是医生呢，啊，然后再看看他骗我们没有好处嘞，啊，坐下来喝，坐下来喝。吃完饭之后14分钟，我不因为是讲英文的，所以不懂是 fourteen minute 啊还是 fourteen second 啊，我不懂啊，那个阿嘎是有个 fourteen 就对了啦，安全一点14分钟，喝热水，温啊温水，喝一杯温水，坐下来喝，喝水千万不要站着喝，还有运动过后啊不要马上喝水，啊这凶啊。所以他就告诉我们，喝水只要你能够常喝水，生病的几率是5%，不生病是95%。Agree 吗？但你又知不知道，喝水这种事情，5000年前五行大义去找这本书，五行大义早就有说了。我问你们为什么喝水？现在研究出来的，现在才研究出来。老祖宗早就研究出来了，天是属什么的？天是属金，天属水的。我们说乾为天嘛，天为父嘛，父属金，金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是在天和地的中间，啊，所以我们用水来衡量我们自己，懂吗？金生水。你试一试，一直吃热的东西，啊，那就会怎么样？对，你吃热的、吃火的太多，我们的身体无形中就成为了五行中的火，火量就足了。火足的话呢，火就会生地，地是什么？地是土哦。那么这个人就会怎么样？火生土的话，会造成什么？虚。你身体就会虚，不是燥热哦，不是热嘞，是虚啊。虚了之后，这边破，那包破，刀破，人家讲破热，知道吗？啊，这以后我们讲中医才讲。啊，总而言之是这样了啊。OK， 那跑题了，等一下，那就要讲到胆毒性那边去。OK， 水、火，好，这是磨边的啊，没办法的办法是这样了，木，啊。啊，或者放两根柱，看到吗？一幅画，但是我觉得没有用了啊，骗人的。啊，木，啊土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就是这样生了。那么这边呢，金，你要想办法让它每天让它过来。这是不可能的代志啊，所以不可能的啊，它金过不来了，所以你要记住了，放那个碗碟，那个金啊，刀啊，刀。放刀啊，这些铁的东西全部放了，粘在那边，然后放一个 arrow 叫它 go here， 所以水和火很麻烦，就是这样，两边水和火，它五行局没有办法造，不要去再去跟像我以前这样子去跟人家说水火相冲，闹亏啊，啊，所以很未晓代志啊，学了知识长了，所以以前的知识没有那么好，就告诉大家要承认的。自知为自知，不知为不知，不可以硬来的，啊，好，这个是水，这是火，中间要什么？木，现在知道啦，啊，放方便面什么都很容易啦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放土，底下那个地方放金，漂亮 ，perfect， 啊，就很美了，明白了吗？嗯。这个呢，水，那这些也是很美啊，很漂亮。水、火、木在哪里？看到吗？是不是放花啦？啊，放一些植物在那边多好看！啊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。你看他放一些锅在那边，是不是五行一下就相生？啊，这个是很好的，所以一旦遇到。